什么武器的操作最简单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每个玩家喜欢的枪都各不相同，今天来聊聊操作最简单的三把武器，他们是萌新玩家的首选。一 SCAR 是一把操作最简单的地图步枪，它用起来就是一个字，稳。首先它的射速不快，再加上后坐力很低，所以用它压枪非常简单。如果 SCAR 满配了，那就更容易控制了，萌新用 SCAR 也能完美使用。二 M417 是一把 5.56 全自动连狙，伤害还可以，为47点，射速为每秒9发，也挺快了。换弹速度更是它的一大特点，装了弹匣换弹只要 1.6 秒。最关键的是它的后坐力是极低的，比迷你一次的后坐力还低。再配合上全自动模式，不管远近 M417 都非常厉害，操作真的非常简单。三薛氏手枪，薛氏手枪的伤害真是惨不忍睹，只有可怜的22点，是除了信号枪之外最低的手枪，不过它的弹容量是手枪最高的，扩容后能达到40发，而且它的后坐力也非常小，用它近距离打人操作很简单，只要能瞄准命中就非常容易，菜鸟也能压得住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什么枪操作最简单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